而我们三年级的趣味竞赛呢，是每个小朋友都要下场，我们以班级人数最多的那个人数呢为我们的比赛人数，那班级人数不够呢，我们会请他重复再跑一次，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下来参与我们的运动盛会。那他们将球呢运过玉米桶之后，回到他们的起点，交给下一棒的小朋友。加油加油！运动精神，要把好比赛好好的完成。